好，我是史乃丽。在六月二十五号那天呢，在洛桥文教中心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也就是洛杉矶华商经贸联谊会，他们会按照每年一次的美西地区中餐巡回教学的一个讲座，那是一整天的活动。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今年的他们的会长谢淑赫会长，还有去年的会长刘毅立会长，在这儿为我们来说明。两位会长好，会长跟前会长好。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华商经贸联谊会的会员，是的，那目前是顾问，所以呢特别感到亲切，说哇，又要办这个活动，一年一次，非常非常精彩，每次都爆满，对不对？我们先请那个谢会长跟我们讲讲看今年的计划，然后呢我们的前会长呢跟我们讲讲看去年的情形，然后再讲一下有些什么赞助的情况，好不好？好，来，谢谢，请那个谢会长。那我们是在准备在六月二十五号啊，哈，有我们今年办的啊第四个讲座，好，我们一系列的讲座就是从啊年初一直到现在，这是第四个讲座。那这一次的讲座就是中华美食。那六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我们有两位老师要来教我们，往年都是只有一位，今年是特别有两位。那其中有一位啊是喜唐人老师，他是三鲜食府的餐厅总经理，还有是世界中华烹调联合会国际评委，同时也是去年的中华民国优良厨师。好，那另外一位老师啊，是那个潘明仁老师。那这是潘明仁老师啊，他是台湾美丽春天大饭店的协理，还有行政主厨。好，那同时他也是台湾日本美食交流协会的创会会长。那他那一天他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啊，已经是在开业的餐厅，做一些啊，management 的 Q&A。 呀，我知道他们会当天会介绍很精彩，很那个最这个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都是这个大师级的。今天我听那个林慧仪介绍的话，哇，好精彩哦！对对，平常如果说在台湾跟他们学的话，一堂课学费最少五千台币啊。是。那我们这个真的是我们洛杉矶的朋友有福了。每年派的老师都是国宝级。都是国宝级的，对对对。那我也知道说他们我们那个华商经贸联谊会的话，每次办活动都很轰动。像你们不久之前的那个这个果树嫁接都没有地方坐，很多人坐在地上啊。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办的活动真的是信誉保证的，真的。那天的话，是什么个情况？是从几点到几点？那个课程是怎么样的分配？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大概是分呢，有五个阶段哈。那五个阶段，两位老师，我们是准备说啊，每个老师尽量能够教到五道菜。五道菜啊？那这个喜唐人老师啊，他是这个菜单呢、啊，已经开出来了。他已经呢、是开出来的，初步开出来，但是如果是要配合这里的食材，我们 maybe 有一些变动改变。那他是第一道菜会好像是生炒牛奶啊，还有卤肉饭啊，那还有三杯鸡，还有那个苋菜鲑鱼汤，那还有红曲啊炒饭，这些都是又养生又营养的一些家常菜。那另外那个是潘明仁老师啊，因为他是比较轻食，就是日式的轻食，所以他会做一些教我们做一些南瓜海鲜堡、那还有马铃薯炖肉、那还有麻婆豆花锅、还有苹果沙拉啊，那还有跟我们这个洛杉矶地区啊almost 家家户户都有那个柚子啊，就是葡萄柚啊，他会还会教我们一个凉拌啊，香柚海蜇。这个是真的是很特别
虽然有些菜好像听起来，哎，什么卤肉饭啊那些听起来很普通哦，但是每一个人烧起来，那个专家烧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尤其是卤肉饭的饭啊，其实好吃的话，不光是这个肉酱，饭也很重要，也很重要，粒粒分明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这次会请我们老师。教我们怎么样煮饭啊，煮的饭煮的好吃的话，你以后做烩饭啊，你炒饭啊，就对啊，听着他们讲的我现在都开始饿了就已经开始肚子已经开始有点想好想吃了，口水又一直流对啊，因为我去年的话我也去参加了，是的，那350位学员、哦、对对对，坐得满满的，是一整天的课程哦，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席哦，是，因为真的是太宝贵了，是，对不对？能够这种机会哦，而且是有差不多600-700个人想要报名，对，那因为我们的座位有限啊，所以我们只能啊提供啊350位名额，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是希望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不要错过时间，赶快的来报名。对啊，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剩的时间不多，但是你们已经都报了，已经快要满了，对不对？已经快满了。哇，对对对，那真的是赶快回去要打电话给我朋友，因为这个光是去试吃的话都已经不得了了，而且你知道多少费用吗？15块钱，还有包括中餐，还有包括点心。还有包括礼物，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福袋，是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礼物，对不对？是哇，那还要学这么多10道菜耶，你到哪里去找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的学员很多都是 repeat 的，对对，而且我知道还有很多餐厅老板都来哦，是，对啊，我今天看到哇，那个有名餐厅的老板他自己都要来报名，哇，所以说你们这个每次一办活动哦就轰动，哎，所以说。这个大家真的要赶快，这你25号快到了嘛，是，对不对？好啊，好啊。那个，哎，那个我们刘前会长啊，那你要不要报告我们一下，这次他们还有很多人来赞助我们呢、啊？对对对、哦、呀，我要借这个机会啊，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其实我们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啊，每一年都是这些厂商赞助我们很多礼物啊。那我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这些厂商的名字啊。我们有羊血橙啊，有味全，有牛头牌沙茶酱，有李锦记，有华新保险啊，有 Garfield Hospital。华新保险跟 Garfield Hospital 呢，他们是赞助我们福袋，就是环保袋，现在就是大家都很需要这个环保袋哈。那另外呢，有红大喜 啊，还有燕京啤酒，哎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做健康食品的公司呢。提供我们一些鱼油跟软磷脂，就是我们在早上呢跟下午呢会抽奖，就是有将近40份的礼物会抽出来。那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福袋。对，这些礼物呢都是放在福袋里面哈、哦。我应该稍微提一下这些福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对呀、啊，像羊血橙呢，它会提供我们饮料，饮料就是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的饮料哈。另外，它还会提供我们一些像甜辣酱啦，一些酱料啦，味全呢是提供我们麻油，还有一些不同的罐头食品啊、牛头牌会为我们提供沙茶酱，李锦记呢会提供我们各种不一样的酱料包，鸡粉啊，华新保险会为我们提供刚刚斯大姐看到我们那个福袋，非常漂亮、very heavy duty 的福袋啊。红大喜的鸡精粉，对对 对，还有就是燕京啤酒，对。那我们每一年呢，每一年这些来参加的学员呢，他们都学得很高兴啊、那大家都变成一个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做了好朋友，然后每个人都很开心，拿个满满的福袋回家。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会长能不能把你的电话报名的电话可以给我们大家公布一下 ？OK， 那我是谢淑赫哈，那我的电话是626-446-5965，那另外啊哈，我们这里有报名的专线呐、啊、哈、那是那个刘毅力哈，他的电话是626-864-5148，那还有我们的下一任会长是方慧玲，那他的电话是626-318-9022，那如果是这些人名。
跟这个电话你都记不住，那你还可以就直接打电话到若桥文教中心。那若桥文教中心啊，哈，他有专人特别为我们来接受这些报名。那他的电话是626-443-9999。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这个谢会长跟刘前会长。谢谢。那我们6月25号那天跟大家在那天见面喽。谢谢，欢迎来，欢迎来。谢谢。